什么情况？大木桩，你怎么把我给撞倒了呀？这次我可不会上当了，我绕着你走还不行吗？巨魔鹿，帮助我打败终点的大坏蛋吧。没问题，我来帮助你，不就是个大坏蛋吗？我三两下就能解决他了。咱们还是不能大意呀，带上神奇女侠吧。俗话说人多力量大，还是找多几个帮手保险点。还是你考虑周到啊，我跟定你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什么情况？这前面怎么还有个巨魔鹿啊？是你兄弟吗？他是我的分身，我们能够合二为一，完成进化。我的天哪，金光闪闪的，这是天神下凡呐，也太帅了吧！那还用说？对了，这个游戏是我在233乐园找到的，233乐园海量游戏，免安装直接玩，点击左下角和我一起玩吧。太好了，大坏蛋连个黄金英雄都没有，这下看他怎么和我打。就用我的黄金鹿对战他的哥斯拉，大金刚对战绿巨人，雷神对战他的小丑。你过来啊！面对疾风吧！年轻人不讲武德。